湾很重要，因为台湾掌握了全世界的电子工业的心脏。最早还是要追溯到工研院那时候做 RCA 技术移转的时代，那时候在学校的教授其实也不了解什么叫 IC 设计。我那时候才28岁，是蛮完整的一个训练。我们参与了他半导体制造里面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工作，就是提升良率。I paused to try to examine what we have got in Taiwan.